让爱以使徒信经去宣认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为上帝独生之子，因圣灵成人，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至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主啊，是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没得是值得我们去敬拜的。主啊，我们想同你是有团契沟通交通。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咧系以你嘅能力咧带领我哋，主啊，对你嘅恩系涌流喺我哋嘅身上，系让到你嘅爱咧去系改变我哋嘅生命。主啊，求你以你嘅爱嘅怜悯咧系临到我哋身上。主啊，我哋一切困难，主啊，求你介入喺我哋嘅呢啲嘅困难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请坐。今天咧，我哋睇耶利米书咧，系约节咧喺17章第七节。让我一起读出来。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阿们。我们的生命不容易。我相信我们越来越困难了。我们需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在我们生命里头所有困难。我们很多时候解决了一个困难，有另外一个困难来。战争呢是饥饿呢战争所有这些困难呢是交织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而这些的困难当中都存在在我们生活里头。其实呢在人生里面呢就是要去跟不同的人呢去相处。而人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变的。因为呢真的今天是朋友，明天是敌人。或者是今天是敌人，明天是朋友，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因为我们周时都变。耶利米这么说，17章是第九节，这样讲到一起读出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呢度講到咧人嘅心，好多嘅情況，我哋嘅心係鬼詐。邊個能夠係明白識透咧？看透咧？我哋嘅心周时改变，我哋对主嘅信心咧都系周时改变。耶米书第十七章系讲有关上帝嘅义。佢係講到佢嘅係公義啦。首先咧，我想同大家咧係分享上帝嘅話語咧。第一點係拯救我嘅神，拯救我嘅神，拯救我們的神。好多時候，我係覺得孤單。雖然我是被周圍人環繞，但我依然覺得孤單。我覺得沒人明白我。有時候甚至我都同我哋最親嘅人啊，係我哋嘅係丈夫、係妻子、兒女去傾訴，但係我哋都覺得佢哋唔明白我。有時候咧，我都會咁覺得嘅。有時候咧，我如果我咧講每一件細節嘅事咧，俾我太太講知道。可能他都不回來教會。我們的心坎裡面有很多的關注。有時候我們對人也都有很多是諸事八卦的東西，就是對人很多是不滿。有時候咧係有啲人咧會幫你，但係真係暫時性嘅。有時候我哋睇睇咧係詩篇，讓我哋睇詩篇一二一篇咧一至二節。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呢度講到咧，我要去舉目。舉目望山，倚靠主。我要提問啊！我嘅盼望從哪裏而來？我嘅幫助從哪裏而來？呢度咧係講得好清楚，我幫助咧係只係從創造天地嘅耶和華而來。因為佢係創造天地嘅主，要講得好清楚。我唯一嘅幫助從造天地嘅耶和華而來。這個答案好清楚。我哋嘅幫助常常都係嚟自上帝。我嘅困難，我哋所有嘅問題，我哋係揾唔到答案。我哋揾唔到幫助，只係能夠喺耶和華裏邊揾到。點解我有好多呢個困難？我揾到我自己，因為咧，我周時咧想喺
系耶和华上帝以外去揾答案，所以我咪继续有问题啦。我哋嘅问题咪越嚟越多问题啦，越多困难啦，解决唔到啦。我哋需要克服呢啲嘅困难，呢啲嘅痛苦。啊！我需要咧去克服呢啲嘅嘢，唯有去依靠主就能够克服。耶利米书系二十章十三节呢度提到话，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我哋赞美主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克服呢啲嘅困难。我哋向主歌唱嘅时候，赞美佢，佢能够拯救我哋。是脫離是惡人的手，他能夠拯救我們的性命，窮人的性命，是貧乏人的性命，是離開惡人的手。我留意耶利米先知所說的說話是向是那些以色列民，当时以色列民呢，那些呢是面临呢是被是毁坏、被攻击的以色列民讲的。他们呢 是国家呢陷入哀伤，因为他们呢是被攻打，他们被掳。他们呢是陷入贫穷的境况，他们的性命 是贫穷人的性命。耶利米先知呼吁他，你要去赞美主，你在那个痛苦艰难里面，你要赞美主，主会帮你脱离恶人的手，攻击你的外邦人的手。上帝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就是拯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手。主不想去看到我们长期的受苦，在以利沙的年代，他们呢有超过三年的饥饿，没有落雨。这个呢就不是先知的宣告，但是我真的去盼望三年半之后。我又不是以利亚，我又不是讲先知预言，但我真的深切的盼望呢，三年半过后呢，这个的是冠状病毒会离开我的世界。这个就是我去是祈祷是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心里面那种的是相信，但不是说呢，就是我已经领受到上帝的指示，但我真的深深盼望，好像呢才是以利亚年代的时候，三年半过后，饥荒会离开我们的土地，疫情会停止。昔日咧就係我哋就係求下雨，主就賜下恩雨。經歷過三年半，
主会系挪开所有嘅痛苦啊。第二方面呢，主系盼望嘅神，盼望之神。就好似鱼唔能够喺水以外生存，神嘅儿女唔能够系离开神而可以活着生存。神嘅儿女必须要同神咧系有系美好嘅关系，紧密嘅关系，必须要系同神又喺神话语里边支取力量。我哋需要去呼吸，喺神里边呼吸，喺同神咧有美好嘅关系，紧密嘅关系，强坚定嘅系倚靠。在耶利米书这样说，当是以色列民去离弃主，他以为这样可以生存，这个不可能的。我们看是17章13节，是上节这里讲到，一起读出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如果你离弃主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会是被放在一个蒙羞的境地，你会蒙羞，你会蒙羞。啊，这里是讲紧一个咧系基督徒咧，生活的情景里面，当我离弃主的时候，如果我是离弃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摆放在一个是蒙羞的境况。虽然以色列人他听到上帝的话语，但他想离弃主，他不想听从，他的是境况是很悲惨，他会是他被是巴比伦去掳掠，成为奴隶。最后他恢复回主的怜悯，他恢复回所有他所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去忘记神、离弃神的时候，我们会是颤抖，因为我们蒙羞是受罚。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17章14节，这里看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让我一起读出来，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虽然我们有一个破碎的生命，破碎的家庭，甚至但神会亲自喂养我们，拯救我们。
雖然我哋咧有一個啊破碎嘅患病嘅身體，但係神會醫治我哋。啊，讓到我哋咧嗰個破碎的生命咧得以去痊癒恢復。雖然咧，我係覺得好似冇盼望，但只要你倚靠主嘅時候，你就會有盼望，你就會有盼望。喺主裏面，常常都有第二個機會、第二次機會，係常常都有第二次機會。我倚靠主就必定有盼望。아무리암담한상황에놓여있다고할지라도하나님의하나님을의지하는자는복을받을것이라고말씀하고있습니다 Even though all the situation is miserable, there is no hope for you. 雖然咧，你覺得好困難啊，好似冇曬盼望，所有嘢咧喺你面前都係對你不利。啊，但係你喺主裏面，必然得到係盼望。必然蒙福。我哋睇係十七章七節咧，一齊讀出嚟。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人嘅信心喺耶和華裏面嘅人，必然蒙福。我哋信靠佢，我哋嘅信心单单喺佢主耶和华里面，我哋必然蒙福。啊，让到我哋系放我哋嘅信心，所有信心都系放喺主耶和华身上。神嘅祝福会临到你身上，你咁做嘅时候，神嘅祝福就临到你身上。啊，让到咧，我想你系记得，啊，过一个咧。是今天呢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一起祈祷。亲爱的主，美善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记得默想你今天赐给我的话语，赐给我们是福气。我们今天看是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看不到有是盼望。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信靠你，让到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就在这里面找到盼望。奉主名求，阿们。让我一起念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啊，让我继续的祈祷，为到我的生命祈祷啦，为到咧系啊 ，Gomeran 姊妹咧系祈祷啦，佢有系直肠癌，系肺癌，为祈求主系医治佢，让到佢痊愈。我系为到咧系 Ruby 系林识字祈祷啦，佢咧有系肠癌，求主医治佢。你都為到咧，佢係得救祈禱，信靠得救祈禱，啊，讓到佢咧去接受主，啊，讓到佢咧係願意去領受救恩。啊！人都話為香港啦，去為到咧係韓國嘅教會咧，弟兄姊妹祈禱啦，亦都為到咧係神福音教會、香港神福音教會祈禱啦。
弟兄姊妹祈祷啦，啊，为到咧系啊呢个疫情嘅情况祈祷啦。人到啦，我哋呼求主三次，主啊，主啊，主啊。主啊